进前辽国时间是一名有趣的阿麦基西，爱一个叫做苏珊的人，上一个白人会面医院治疗。爱甲张元芳是啥物关系？啊，要送啥物去惠民医院，根本就毋知影。我是要怎甲伊见面呐？无得卡，伊会互装完你的骨卡锁出来。啊！是隐形罗小安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拜一到拜五，暗时八点，天之娇女。希望罗小安不是张子贤，阿拉无代志就真正袂受煞。这件代志绝对袂用让张家良知影，啊，不然就麻烦啦。啊！是嘞，你要紧无？你要紧？杜家辉彭文学是做什么检验的？是做一份 DNA 鉴定。我不应该对你爱做，我不高兴这代志，根本别扛啊！我为着要稳妈，我硬想不破，我一定要想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。你是在创啥？是我的秘书在通知的，讲是进前辽国实验室一名有趣的阿麦机器，爱一个叫做苏珊的人，上一个白人会面医院治疗。啊，这讯息看起来吼，就敢那知是一个查某的，爱甲张元芳是啥物关系？啊，要送啥物去惠民医院，根本就毋知影。我是要怎甲伊见面呐？阿妈开店已经真多啊，我是算我拼到最后一口气，我一定要来保护伊。你今嘛是靠到底来拼的？用皮干，用皮肤来讲出一切的代志，也敢来去？我最近啊！辽国实验室所有一切你想了解，连你都不知道苏珊这个人，这么小心。无惊无惊，新人歹脚只偏，咱等下厝，不是好去什么新闻的所在啦。